深读一分钟，你的健康深读馆。精分和哪些因素有关？遗传因素。精分属于多基因遗传性疾病，一个人得精分，遗传得占80%的责任。性格因素，40%的精分患者具有偏执、孤僻、敏感、心胸狭窄等性格特征。性格的形成和家庭教育、成长环境有关，关爱孩子的内心健康很重要。重大变故，一场车祸，老婆孩子都走了，失去亲人、破产、遭遇虐待等，都会对人的精神造成恶性刺激，导致大脑功能紊乱，非常容易搞出精分。药物与毒品因素，长期服用某些精神类药物，如抗精神病药物、镇静药以及吸毒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玩坏大脑，搞出精分。疾病因素，脑部感染、脑外伤、脑肿瘤、癫痫等疾病都有可能损伤大脑，搞出精分。深读是个宝，常看身体好。